点解开大会都迟到？今朝个头鬼咁痛，便变咗排唔到，对唔住啊！晚晚 OT 头痛到死，真系好伤身噶。唔识食药啊？唔食得噶，啲人话一粒药会积住喺体内5年噶。系人都知食止痛药好伤肝噶。阿茂，Dr. Pan 话必理痛止痛药唔会伤肝伤肾，药力发挥后会经尿液自然排出体外，不残留。头痛咪再忍，必理痛。